这个挺大的，三点多，都差不多。肉啊，肉里面有重的，重跟不重，重了就带黄了。五斤半，二十个斤半。大的都在这里。Hello， 大家好，我们硬邦邦节目又回来了。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很普通的食材，大家平时都经常吃这玩意儿，小扇贝。这个叫志同扇贝，我们南方经常有养殖的东西就是它了，一斤呢就十来块钱大概哈。那么如果我们呢到了北方，它会有出现另外一种扇贝，这其实也是外来物种，也不是我们本地产。哦，这是北方呢，他们会从我们国家的东边有一个窄窄的那个小小的细细长长的那条国家引种的那个叫什么虾夷扇贝，就是这种那种。基本上呢，小虾夷扇贝就是工具人的手掌的大小，有没有？这是我们普通的虾夷扇贝。那今天呢，我们干一点不普通的事情，我们把全厦门呢所有最大的虾夷扇贝全部请来了我们这个小厨房，可以看到这个大小，总共差不多大，真的夹得很痛，无缝契合，你知道吗？是，你看，拔一下，真的，你手伸出来拔一下。是真的夹住了，你知道吗？而且真的而且，别以为它死掉了，每一只都是活的的。这个呢是16个、哦、最大的虾夷扇贝啊。今天我们会稍微拿几个来做这期的视频，剩下的一些会分给我们的小伙伴、哦、去吃。这么多的扇贝，你们想看几只呢？我心目中大概有两个烧烤的方案，然后来烧烤他们。那可以做成两只，也可以做成三只了。你们可以在弹幕上打出来，你们想看两只或者三只。老板娘开始选食法。一号，好，就你了。翻牌。哦哦，就你了。你这个很不灵敏啊，你这个。咦，夹住了。OK 吧，小伙伴，生意要来了。宰杀扇贝呢非常简单啊，撬进去割断它的贝柱就可以了。你记住，拿的刀子一定要拿那种比较粗的厚刃的牛排刀。杀的扇贝不需要太锋利的刀子，你只需要刀子能够跟它的贝壳之间做对抗就可以了、哦、从这边贝壳这样进去，沿着它的这个边，你可以拿刀子慢慢刮里面的贝壳，你看，就是贴着那个壳刮它，你会发现你会割到它的肺部，一定会沾一点的这些小东西在上面，因为你看不到它嘛。这时候你不要浪费，千万不要浪费，应该是吗？绝对不要啊！敲好吃的吃生的，晶莹剔透，非常的好料。嗯，超甜。那整颗的扇贝你看到，就是裙边，就是贝柱哦。翻开它来，哇哦，这是它的鳃。其实鳃呢，你可以吃也好，你不吃也罢，无所谓。然后再翻下去，哦，那个冬天到了，所有的虾夷贝柱都很肥，这个蛋呢会很好吃。很多人呢是不吃这一块的，这一块并不是它的胃什么东西的，这是它的肝胰脏，这一块可以给它直接剪掉，你伸剪刀进去可以剪开它，它是连接在裙边上面。只要你不剪过它的话，你的扇贝就很干净，你可以要也好，不要也罢，无所谓。然后这些汤汁呢，全部给它倒掉，没有用。这样的话，整个如果你是要烧烤，我们就需要把整个贝子挖下来。好，我不用锋利了，我贴着它，慢慢的给它剖出来就 OK。整颗，我动了呢。那如果实在这边尖尖地方进不去的话，那旁边这边先分析的，旁边也能进去，你看。你看，把瓶盖打开了。一打开之后就是这种的。这颜色不一样。这是雄性的吧？应该是，我看看。对，没错，你看雄性的黄就是这颜色，偏白；雌性的话是黄色。那为什么是两种颜色？大家猜一下，里面内含物会不一样。不能讲太多，被喷了我。带着小姐姐还开车。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啥？这是扇贝的小啾啾，
脚啊？对，真的，三杯的脚在这边退化的足。上面有脚啊？有啊，就是我们平时吃花蛤吃到的那根舌头，小舌头。啊，我们这边大概有两颗会拿来烤啊，两颗会拿来做刺身，有没有？那烤的话呢，就比较简单。我先换把刀子先，好、哦，因为切贝类它有专门它切贝类的刀，这就是比较短的、嫩的、比较短嫩的牛刃，它的刃长只有21公分，所以很适合呢处理这些小型的贝类。我们来用手踏起它，把裙边呢剥下来，哈、哦。哎呦，他活着一直跟我的看针呢，他就会紧缩自己，不用刀子吼，叫钝性分离，没有，裙边的给他拽下来，轻轻的拽，不要拽破它，拽破了就不好了。那很多人说呢，哦，这扇贝的鳃啊很脏啊，不能吃啊，其实还好啊，我个人是觉得是挺好吃的，脆脆的。当然你牙口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吃它了。哦、你看，这是很裙边，很肥美。啊，厨房是什么？这个准备拿来烤日式的烤，我们来烤黄牛。哦，你看，黄在这边，哦，它会连接点，尽量是一整颗黄。因为这个贝壳太大颗了，你看比一个牢还大，1.5牢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给它分成4份，这样好熟，主要是不然你拿去扇贝烤的话，它不容易熟的。裙边也是一样，太长了。裙边我们给它一切为2。我们当初去日本街边，小小颗一颗就是800块日元，哪里有这么大一整碗？根本用不到粉丝，但我舒服，再切成薄片，比较好熟。切的那个方向会不会影响它的口感？你试看看呢，我们到刺身来做比较一下，这是两种烤来火啊，转，到你了，转，终究你得下神堂啊，终究你还是得下来啊，转，哎呦，变硬。你说这么大，那得长几年呢？听说啊，不用很久。哇，转，这个备注漂亮，裙边其实也是脆脆的，鳃也是脆脆的，裙边会抓鱼。这两段呢，我们切刺身，我们来清理一下战场先。终于要准备做我们的刺身了、哦，刚刚呢收集了好多好多的裙边，还有呢两颗蛋蛋，都一样，拿出来。我们这边呢弄一点的盐巴，做刺身前呢给它抓洗，让它脱水工作。为什么抓洗？就是为了脱水，仅此而已，不是说为了洗掉什么脏东西。就是为了他们加速的脱水才会脆。嗯，你看抓之后捏就出来了，是吧？哦，出水，这样拿出来，它的捏捏基本上会比较容易附在这个上面，稍微过一下水。这是刚刚洗过的裙边哈、哦，一定要给它水分擦干，擦一擦就很干净。OK， 终于要到我们的切刺身的部分，准备一个小碗先，现在给它卷成一坨，拿一个小叶子垫住它，有水分，给它擦拭一下，伸进它的旁边去，没有用的东西，这个边角料剔下，待会可以拿来烤，其实吃刺身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口味。哦，你注意看了、哦、扇贝柱它其实两个部分，这是主要的贝柱，旁边还有个小贝柱，在这边小颗的另外一颗贝柱，扇贝都是两个部分组成的贝柱，要给它撕下来。如果你吃身带着它的话，也会影响口感，那么啊，这部分呢，我们拿去烤是完全没问题的，实在贝柱这样软啪啪哦。啊，正常贝柱几种切法，我们可以来哦，竖着这样切它，哦，这是竖切。整个都是树，这个就是树切的备注。
啊，除了速切以外，我们当然还有横切啦，有没有？这是切片后呢，我们会搭配一点裙边，少不了这个。不是，它不是直接这样子。哦，换了一把刀子，那把刀子切了这就完了。用自己的鲜锐来沾他自己。两种吃法。哇，忙活了半天了，终于我就为了这两盘刺身，我真的是爱很爱送翻一杯的刺身，准备给大家分给观众喝，分两颗，再来两片横切的，哇哦，诚意满满，然后再滴上这样一个金桔，一定要两滴，多滴可以吗？不行，多一滴都不可以。再来一根裙边吧，裙边的口感很脆，非常的漂亮，有没有？还有那个，哦，那个这个也可以烤一点，对，雌性生殖腺的酱汁，哦，这就是你们今天的观众份额了，交给你们了。速切的备注。高一点的了，金鸡汁，舒服，不很多，多了就坏了，太脆了，相当牛逼，非常的甜，它的嫩度虽然不及日月杯那么的嫩，但是非常有质感。吃在嘴巴里非常有质感的，给高老师准备一个，高老师他非常喜欢吃这个，太爽了，非常的甜，甜到不要不要不要。刺身最好吃，刺身是最好吃的，原汁原味，超甜的。哪一个？我跟你讲，这刺身太好吃了，我以前我都不喜欢吃生食的。不是一块两块，一块。真的哦，看来都疯了。刺身超好吃，超级好吃。嗯，这是素切。好吃好吃好吃，超好吃。这个口感会不一样，而且很甜哎，超甜，甜的。原汁原味，你看，哇，你看这个。发亮发亮，不好吃呢，超级鲜甜的，哇，这是加料，横切是直接加料在里面。我要多一点芥末，你怕吗？我不怕，我要多一点。超大片的，直接卷在一起，等一下，连特写得到吗？哦，感觉它要掉了。汤勺快过来接一下，汤勺汤勺，我感觉它要掉了，我的口粮，哎，舒服，就这一口，告诉一下，我不敢再乱喂了，腿会被打断的，太爽了，这种感觉，你觉得速切的爽还是横切的爽？我觉得横切，横切，横切面更大，对，因为它可以包裹着那个酱汁，那个酱好吃哦。就是他自己的生殖腺，特别甜，然后加金桔加酱油，就这么简单，果然没什么努力。嗯，还是生的最好吃，生的最好吃哦。你煮熟的它就老了，其实生就是它就是生食。对，剩下这些边角料，我们再拿去烤。那我们现在准备先来烤我们的扇贝，相反的烤制的动作往往都没有那么快速。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没有放煤气炉？为什么？气罐。难怪我以为它坏掉了。好低俗。不要，这边还要再插播个梗。买这种煤气气瓶一定要买正规厂家的。
哪个牌子，我没收广告费，我不跟你打广告，但是一定要找这种有牌子的，万一出啥事儿，万一是不是，万一呢，你好歹冤有头债有主，安全第一，在家里做东西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买有品牌的炉子，有品牌的气罐，而且要起码要成年人吧，未成年人经常在家长监督下使用嘛，因为我不想因为做这事情被扣下什么帽子之类的，怎么样？是被网锁、哎？啊，怎么打不开？坏掉，坏掉！哎呦，朋友们进来，把我们的小贝贝放上去。哎呀，这个某牌的它的这东西还是挺好用的，只是说它没办法模拟炭火的那种香味，它是用煤气来加热的。然后呢，在它第一次沸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各种的调料，然后区分两个位置，一个中式的，一个日式的味道，两个不同的口味。然后我们给它甩到一旁，有没有？慢慢的等时间，舒服。然后我这边呢，同样都要加入酱油，两波地方都要加入酱油，这一波都是两勺，唯一不同的是中式的部分会加入这玩意儿，这倒不配算，香味少一半，日式的部分他们会加入黄油，记得黄油一定要拿动物性黄油，不要拿植物性，就煮到它水干要为止吗？对，差不多。然后呢，我们中式的这边它会再下我们的高粱，再下一点扇贝的原汁煮干了，是吗？原汁煮干了就可以了。为什么？它不能熟过火，熟过火扇贝就会变老。这个汤应该很鲜甜。会，加点黑胡椒。不能太多，会抢味道。其实用日本的那种比较西式的，相对会西式一点，好烫。那其实这样煮到后面会太老？不会啊，这上面肯定会老，不会老。我去搞个小汤勺，让妹子试个味道。啊，高老师，两根汤勺，一人一根。我要这个。哦，是中式，很烫，真的很烫，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吗？嗯，不够咸吗？哎，西式的不错哎，哎，中式为什么有点苦啊？会苦吗？嗯，对啊，我是呢，我是估计吃到大蒜了，嗯，酒多了，嗯，我感觉西式的好吃，嗯，西式日式的那种烤肉好吃，哎，不能吃。无形铁手也扛不住他们。这个西式的很香。香吗？香。差不多。先试看看第一波。不知道大家比较想吃哪个味道先呢？我替大家选西式。西式。嗯，西式好吃。一走一块吗？真的是很小气呢。不是，我这个是在看。应该选边哪一个？西式的、中式的，最大块。嗯。这么来一个？哇，这个不错。这个黄哦。嗯。OK。拿去拿去，先去试试这个。我比较选中式。嗯。很鲜甜，很像。很爱吃那种大概舒服类的味，那种口感。真的假的？真的。真的舒服的吗？会老吗？不会，完全不会老。有点烫。嗯。看，不错，还可以。嗯。哎，黄油加了黑胡椒，什么都好吃。嗯那个，我们吃呢。嗯，有了，舒服。现在自己吃。来来来来，
嗯，我比较喜欢中式。反正是煮干一点蔬菜再往身上。中式的味道可能会更入味吗？嗯，所以呢，在冬天呢，我们买一些比较时令的食材呢回来吃，其实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们在那个东边的某个国家就开始讲了，他们有一句话也是叫不时不食。那我们中国也是有一句话叫做不时不食，都是不时不食。为什么？就是要讲究食材，要在当令的季节去食用它。那么冬天就是吃这些扇贝最最好的季节啦，对不对？我们呢，如果在市场上能发现这样的大个的扇贝，大家大可以呢买回家来，该吃刺身的吃刺身，该拿来烧烤的拿来烧烤。天气这么冷，对不对？在家里头围在一起烧烧烤，取取暖，也是挺好的事情。厦门最近真的很冷，真的很冷，对不对？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暖哦，不要感冒了。像我这样，估计下周就干不出东西来了。最后呢，还是两个字啦，想要。